这条应该是，哇，那气，这条今天不会连破两次记录吧？啊 ，no！哎，大家好，今天来到那个沙坑，泳有点大，然后今天带了 KK 和我的小伙伴们，来 KK 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嘿 ，Hello，Hello，Hello， 啊，我们试一下吧，啊，现在那个风还行，还算风平浪静的。第一个 drop， 我们今天钓的这个地方有三十几个，有三十几个 fish， 不知道怎么样，有点深。哦，有咬口的，我感觉是有咬口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不好钓的，因为这个蛹太大了，来了，哇，第一个抓，哇，这条还不小哦，大的，哎，后期没战斗力了，哦，是淘淘啊，鱼对了，鱼对了，哎耶 ，Kiki 来喽，那，不要咬到钩子啊。我们让他走了好不好？可以，我来了一个，No， 二个，好，目标对了。瞧，这个鱼线还挺好的呀，感觉。嗯，来了，哇，这条可以。Oh my lord！ What Kiki？ Kiki 今天有鱼吃了，快点帮我拿葱啊！哦吼，快快快！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哦，哎呀 ，Kiki 一来就来就哇！行了，好了，一来就是这，哇，这是第二条，这条多大？这条应该有十七了吧？你 drag 要检查哦。啊？你 drag 要记得检查。嗯。不，17.5，看这是16，啊不是16.5，你看这16快到17了，这16快到17了，黑黑你把头拉一下，别人看不见。OK， 第二个 drop， 17寸 keeper， 还不错，剪刀不要放在桶上，我等会打不开桶，好，不错，哇，这里的鱼有得多少，下去就上来，就都不等我。来了 ，Oh my！ 这个扯不动我的刹车的鱼肯定都不到尺寸。那可以，不要搞人家嘛，真的是。哎呀，都是15寸这边，所以说鱼有也算有的。又来一条，来 ，K K， 我让他走了啊，你舔一下，跟他说拜拜。哎，居然你上了，大不大？觉得都大。你感觉多大？我屌！你那个问题是你 drag 有没有调？没调。哦，鳕鱼，哎呦，可以，来鳕鱼，鳕鱼，这是鳕鱼。你拉，我没办法，我一边走。你先把绳子再收短一点。这鳕鱼，量量看有没有21寸。有没有21寸？有21寸就可以拿。先取吗？还是先？先取钩。先取钩啊。嗯。哇，这条，哇，这条，这条可以。先取钩，然后把网给我。哇靠！这条这么重，什么玩意儿？哇，大秘密。
黑妹。好嘞，好。哎呀，二十一。好了，可以可以，干嘛 ？Stay， 可以 hold， 可以 hold。OK， 看吧，看吧，看吧。刚刚好。刚刚好，二十一吗？没有，你才到二十，那给放，那得放。来，给给，慢慢。不错。那江底的一条鳕鱼。啊，这个是尾巴。十六。十六。这个你不要再搞了，好吧？这个一会儿没有，那大半机会是没有了，就是已经没有那玩意儿。哇，这条，不能跑，这条不能跑，这条可能是我的 PB。Oh my god， my PB， 这条是我 PB， 我把我，哦，这条肯定是我的 PB 了。Oh my god， 我靠，这么猛的吗？我的 PB， 我的 personal best。Holy mackerel！ 哇，哇，准备准备好，赶紧，赶紧，我只有一定会往下潜。Okay. 啊 ！Oh my god！ 哇！哇！哇 ！Nice！ 哇 ！Look at this！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我的天！ Oh my holy shit! Holy shit! Oh my god! 我这条，哦，拿的不知道从哪儿来。Oh my god！ 哇，给大家看一下这条有多大 ！Holy shit！ Oh my god！哦，我操！终于钓到我的 PB 了 ，Finally！ Holy shit！ 我看多大 ，Kiki 那个，一二零六。哦，二十六寸，快二十七了。Oh my god！Kiki， 我把 camera 擦干净。我们要不然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开门。KK 那个，KK， 看这条鱼 ，Oh my god！ 你看，我从头，你看这条，像怪物，快二十六寸了 ，Look at this， 二十六寸了快，啊，二十六寸还多一点其实 ，Oh my god， 啊！来，帮我拍一张照片，我和 Kiki。OK， 小心这个有浪啊！哇，这条好肥啊，像怪物。现在像个怪物。是 Monster， 这个的是。哈哈哈！这Oh my god！ 下了就。这裤子塞不下去。Yes！ Nice！ 今天就哪怕就这一条。就够了。我就已经满足了，我就已经无怨无悔了。啊，我只要这一条，我就无怨无悔了。又是一条 keeper， keeper 是 keeper 了，但不。Oh my god！ 不会吧？不会，刚来一个人，刚来一个记录，就另外一条又把它给打破了吧？这条没有，但这条也不小，来来。啊！哈哈！今天他还走运吧？你知道吗？没弄好，他进不去的。方向没瞅好。
啊啊！走走走，准备好，机会就一次，走 ，nice， 大了吗？Oh my lord， 钩拖出来了，钩都拖出来了。哦，没有没有，差一点。哎呀，来，给你，来转。哎这条只有二十多，这条只有二十多 ，Oh my god， 这条只有二十多，只有啊，给看一下，给大家看一眼，哇，这条多少？这条二十多一点，将近二十一，二十多一点在这儿，二十在这儿，二十多一点点 ，Oh my god， 又来一条二十寸，哈哈，哇，不过这条是那个一看，对，第六条。哇，今天真是大雨连连 ，KK， 来，哎，大雨，哎，来看一下，啥？看，这条二十，我看到有一个窑口，好大。有点意思啊！哇，这七，这条今天不会连破两次七吧？啊 ，no！ 雪花飘飘。变多了，什么情况？我听啪的一声。线断了。中间30磅，30磅的线，太猛了吧！我靠，30磅的线硬生生的被扯断了。我操！30磅的线被扯断了，断在中间，不是断在节上，也没有磨。这条比刚才那条还猛啊！我操！哇！硬生生的把我这个线给扯断了。我这个真的很大，很大，这条30磅的线，我靠，直接扯了。这个 leader， 大家看，这个线硬生生被扯断了。No， 30磅还承受不住，刚才我也是，我刚才到后面的时候，心开始也开始虚了，啊，因为我总觉得这条有点过大了，它开始往外跑，我就是怕线承受不住。哇，啊，结果还真让我承受不住。哎呀，我这边没有这个吧。我今天能破2次记录，完了，我的千头钩都没了。你要不用我这个？哎，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哦，那天老天保佑！我刚才那条，我可不得了，这个。Holy shit！ 哇，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了这个窑口，我不想马上走。慢慢来。忍一下啊。慢慢来。这样，反正那个。我操。好了 ，KK， 你在这里陪一下那个哥，宝贝就开车了啊，走了，走了，走喽。好了，我们上岸了。今天跟那个 Johnny 还有 KK，KK 过来。今天那个运气挺好的，差点破了连续破了2次个人记录。有一个记录是抓到了，有一个记录跑了。哎呀，那条直接38线给被我扯断了，我是实在是太后悔，把拽个弄太紧了。那好，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记住点赞和订阅哦，谢谢，拜拜。